朋友的店月底租约到期，所有的商品低于进价出售，先到先得，一件不留。各种颜色的丝袜，10块钱4双。各种款式的兔毛帽子，我戴着不太好看啊。10块钱4顶，70厘米宽。差不多有1米5长的这个大头巾，各种各样颜色的，非常宽，非常大，10块钱2条，还有各种各样颜色啊，什么样的颜色都有，可以去挑去啊，这样的。可以挂6条裤子的以上架，竖立起来可以节省很多空间。10元钱2个。各式的女士鞋子，是这个模样的，这种女士的，冬天穿，在室内室外穿都可以啊，非常保温的，里边带毛的鞋子，10块钱2双。有各种玉器，比方这个，这是20元钱买一送一，凡是购买10元钱以上的，商家都会送一个小礼物啊，各种各样的首饰啊、玉镯啊等等的啊，那是根据情况而定了啊，各种各样的小饰件。这里列出的是商家的地址和工作时间，礼品店3月底关门，所有商品一件不留，现在以50%到70%的折扣销货，商品已经低于进价，清货已经开始，请大家抓紧时间，先到先得。